光大全集，光大全，光大全，对对对。高大成，你为什么要突然这样怼我啊？这不是啦，郭大成，刚才我在叫你的时候，你都没有回应啊，所以我只好对你这样怼怼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呀、啊，他的脸好红哦，一直笑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什么好看的、好吃的或是好笑的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啊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不要说好了，太不好意思啦。平常很大方的瓜大臣，今天怎么感觉特别害羞啊？真的耶，小小兵，你们觉得今天的瓜大臣有没有很可爱呀、啊？有。嗯，谢谢小朋友。其实啊，我看到比我可爱的小朋友，我就会脸红红的啦。抱抱睡，乖乖的睡。抱抱睡，我来唱歌给你听。是月亮亮妈咪和她的 baby 耶。我说的可爱 baby 就是他们，怎么也掉到陷阱里啦？咻咻，baby 乖不哭哦，都怪妈咪搭错车了。小小兵，你们赶快放我们出去，这样我才可以赶快去泡奶奶，不然我的 baby 肚子好饿哦。哦，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我们，不要让月亮妈咪等太久。那个 baby 真的好可爱哦，那国王也给我们一个可爱的提示吧。谢谢国王。哦，看到这个提示轮子，就知道今天我们要猜的是一个交通工具哦。而且这种交通工具在大马路上面都可以看到，是一种大车。大车。哦，小小兵，你们有想到有哪些是大车子的呢？救护车、救护车、救护车、游览车、大卡车。小小兵们知道好多的答案哦，不过我要提醒你们哦，要坐这种车的时候要拿一张卡片，这样哔或是投零钱才可以的哦。快想想答案都被吸，是虾米，是虾米，加加油不杀大鸡，有信心保证没问题。啊，这种车子我也常常坐哎，只是有时候人太多没位置坐，一手要抱着 baby， 一手还要拉拉环，摇摇晃晃的，真的有点危险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应该要更有爱心，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才对哦。没错没错，赶快请国王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国王。哦，好多的数字哦。意思是说，今天要猜的这种车子，它的车头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号码，不同的号码可以到不同的地方。对呀，准备上车的时候就这样挥挥手，车子就会停下来；准备下车的时候就这样哔哔按铃，不管到哪里都很方便哦。小小兵，好像有答案喽。时间快到。小小兵，答案是什么？公车。我们的答案是公车。答案是公车吗？请国王公布正确解答。车头有号码，车内有拉环，在路上常常可以看到的大众交通工具就是公车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明明金钥匙 open。哇！谢谢大家的帮忙，你们看。小 baby 不哭了耶，那我们赶快去搭公车喽。小朋友记得让位哦。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。 一起来当马丁啦！擦擦擦，小兵小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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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擦
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